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不注意又更新了的倒鸭出击啊！这把我搞个佣兵啊，那我就玩个调香丝儿。小鸭最近六轨技术提升了很多，很期待你这把的表现啊，搞个三重余韵出来。别，请不要对我的香水有太大的期望啊。先给你放个烟花鼓励一下。可以，这把不是我招鬼，小园丁已经开始遛鱼女了，让我们期待她的表现吧。哇，失去98%了，我感觉他凶多吉少呀。什么呀，人家蓄了个盾，而且这湿气已经开始往下掉了，好吧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溜的，真想切个视角过去看，不然这样修机也太无聊了。哎，这失去我说标了。哎呀，这次就没躲掉，小安你修完就来补我的电机啊，我要去准备救人了。好嘞，有人遛鬼有人救人，我修机校准就是安逸。通缉到我了就有点烦，这鱼女还想画圈圈拦截我，哎呀被打断了。不再谈啊，还好这个园丁是个铁屁股啊。鱼女丢一叉我就直接救。可以啊，这园丁还能溜出个木须鱼鳞出来啊。闪现一击好像没打到啊，那鱼女岂不是裂开？确实是裂开了。哎呀，园丁怎么拉不走啊？我这心跳一直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这太吓人了吧！导演，我感觉你的湿气要爆了，99%啦，嘣！你别吓我啊，明明就锁在了99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开了锁水挂了。小安，你电机怎么样了？最后一台已经过半了。哟，我还摸了个护肘出来，那我去补电机，你去救人吧。兽术师这个样子也救不了人的。好，那我直接过去，看这个距离可能赶不上了呀。你找些板窗什么的加速一下呗。咒术师过去救人了，以命换命，舍己为人啊。电机已经压好了，你再去救一波就可以了。我再压近一点啊。什么情况？我没想到压这么死啊，我以为佣兵修得慢，应该可以再修一丢丢的，这就很尴尬了。鱼女来追我了，你快点去救黑妹啊。我已经在去救人的路上了，你尽量把她带远一点啊。黑妹有三层后头过，应该能直接冲门的。哎呀，我只能跑到这里了。你们能出门吗？她回去了。啊，可以，我们到大门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把居然又是黄鸭祭天局啊，果然还是黄鸭祭天。祭天不存在的，我有地窖，我能走。地窖刷脸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居然连个安慰奖都不给鱼女。溜了溜了。